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贾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卫衣外套，一个藏青色的，还有一个这个绿色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款藏青色。这款藏青色呢，我觉得颜色很好看啊，比较百搭的，而且很显白。它这款呢，我觉得是性价比超高，所以我就先来分享了。它这款呢，买的是单里的啊。如果说怕冷的宝贝们，你们可以穿一个针织衫在里面，我觉得最近穿是没问题的。拉链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做工各方面我觉得都是挺好的，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外套。关键它只要89块钱，我觉得性价比真的超高了，而且它的质量完全不输我之前买100多块钱买的。做工真的很好啊，它手感也很柔软。这是藏青色的基础款的。再看一下这款青石绿色，这款青石绿我觉得也很好看，真的，这款颜色我当时第一眼就爱了。看一下袖子，袖子是常规袖子啊。看一下里面的做工各方面都是挺好的，89块钱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。这款颜色呢也有超多的，有9个颜色，从 S 码到4个加，尺码也超多。我买的是最小号 S 码的，现在把这两件呢试上身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藏青色我已经穿上身了。穿上身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版型还有长度，长度呢是一种常规的，我们把它拉上看一下。拉上的话是这样子的效果，可以当做一个套筒卫衣，里面可以穿一个打底衫、高领的或者这种低领的一个吊带在里面也行的。我觉得很好搭配，而且它的颜色我觉得太显白了，很好看。我们看一下整体效果，下面我就搭配一个小白鞋，这个厚度呢春秋都是可以穿的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。这个颜色我觉得很显白，我们再试一下青石绿。哇，我觉得这个青石绿穿上身感觉焕然一新的感觉，这个颜色好显白，而且颜色我觉得太好看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里面搭配一个白色打底衫都是没问题的，如果说有点怕冷的宝宝们，里面可以穿个半高领的打底衫，我觉得像秋天来穿完全是没问题的啊，春秋季节也可以穿，比较实用这一款。关键它性价比真的很高，完全不输我一年白买的那种卫衣啊。我们把拉链拉上来看一下，拉链拉上的话就这样子的一个效果，很好看啊。学生党和上班族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入的，而且它这个也可以当做情侣装来穿或者闺蜜装来穿都是没问题。我们看一下整体，下面也可以搭配运动裤啊，灰色运动裤穿或者黑色的都没问题，很好搭配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也算是我测评到的一款宝藏款的卫衣外套了，可以当做卫衣也可以当做外套来穿的，非常实用，搭配一个包包非常好看，质量也是杠杠的，关键是价格超级平价，喜欢的姐妹可以放心去入哦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